还是动力怎么那么 care？ 因为动力我是跟我是同乡的、啊。像他们不好吗？好歹他们也唱过小猪蛋，所以其实你们私底下就已经很熟了。没有熟啊，没有熟，但同乡。康熙爆红素人撞脸动力火车，十年后惊人现况曝光。我那时候是因为真的就是酒醉了，然后就接到这个，就说好那就上了，当天喝到早上，然后就去录影的。你在山上吗？对啊，然后就这样，直接在客运上睡，所以一路睡到台北。但是我爸妈还不知道我去录影。跨性别者正妹 YouTuber 艾莉邀请到了十年前一头在《康熙来了》亮相的爆红素人黄雅莉，但被吐槽女装像动力火车，但她毫不在意。受访时大方透露自己整形哪些部位含花费。我那时候整人超黑，我连妆都没化。雅莉是原住民吗？我原住民啊，被扮成动力火车，然后在下面很多人留言笑你什么的，你觉得无所谓？我还好，因为动力火车跟我是同乡的、啊。哦，跟你同乡的吗？对啊，我们同乡的啊。所以其实你们私底下就已经很熟了。没有熟啊，没有熟，但同乡，就是同乡。我知道他就是我们同乡的嘛、哦。你动过哪些啊？目前脸啊，是不是很多哎、欸？眼睛、额头、鼻子、下巴、耳朵。耳朵怎么了？我都有切软骨啊，就是放在鼻子啊。眼睛做什么？我有缝过双眼皮，然后用卧蚕啊。打卧蚕，脂肪吗？不是，我是打一般的那种玻尿酸。轮廓，我有上消下消，我还有抹眉骨，然后还有下巴，对，全脸补脂，有，我还有牙齿啊，我是一般的那种贴片，哦，贴片、嗯，身体的话就是胸部，胸部，我还有抽过脂啊，我是抽肚子跟腿，然后我的腿好像是补在我的胸部，因为他跟我说腿的脂肪好像比较能存活、啊、所以他就补在我的胸部，然后我的肚子是补在我的脸，我有补过额头还有苹果肌。总共花多少钱、啊、我光鼻子就67万啦，单独就鼻子而已，我这样总共的话下来至少也有200多。那未来还想动什么手术吗？变性手术啊。我很羡慕你们，你们真的很厉害。是，我觉得做过全部手术以来蛮痛的，应该是最痛的吧，最痛。你看这样撑过下来，你就觉得其实都值得啊，不是吗？嗯，特别的值得。